主料，那南瓜300克，大蒜100克，辅料，油，盐，准备时间，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，10分钟内，那南瓜，洗净，切滚刀块，大蒜洗净，切小片，锅里放油，爆香大蒜，放入南瓜，加盐、鸡精、酱油、香醋，翻炒3分钟，加半碗清水，焖3分钟，装盘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炒南瓜要加点水，焖一下，南瓜熟透才会好吃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